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个太极操节目，今日系第六堂，我哋会学增加腿部个灵活性。企住个登山马，吸气踢上嚟，呼气摆翻落嚟，吸气，呼气。呢个动作会帮我哋增加腿个灵活性同埋肌肉力。如果覺得太辛苦，踢得不高的話，就慢慢踢，不用那麼高，最重要就踢放下來，踢吸呼吸呼。好，我們換腳登山馬，吸氣呼氣，吸氣呼气，这个动作踢由五到二十下。好，我们继续练我们腿的灵活性和肌肉力。开马，沉一边，如果需要用手就用手，右摸左，翻右。如果不可以坐得那么低，就可以高一点，最重要就左右换来换去，用个手就住 你自己的高低度。这个动作可以做十到二十下，慢慢做，用手帮助你的高低力。